我们是在东海啊，今天起得太晚了，我们准备去逛一下这边的西双湖公园啊，然后刚刚也去看了一下，这边是禁止带狗狗进入的，所以呢把大白放这里玩一圈，玩一圈玩累了在车上给它休息一下啊，然后我们进去逛一下。这里是什么花啊？这个花挺漂亮的呢哈。嗯，这边大白可以在这边溜达溜达。好累了，回车里啊。回车里了，都已经转了一大圈了啊。回去喽。等我来哈，好吧，我们转一会就出来。你看开心了。那热的吧。西双湖啊，上面还有一个迎客松啊，到这边来逛一逛啊，逛一逛那个西双湖景区。入眼的就是东海一个美女啊，然后手拿一颗水晶，哇，今天这里的人好多啊，车都停不下了都。哇塞，都出来玩了，踏春来了。这是大广场啊，这一圈圈全是喷泉啊，如果开起来的话应该挺漂亮的啊。在这个中间矗立的一个圆柱形的东西啊，哇，上面全是鱼的图案，应该是大海的一个定海神针吧。鱼，我知道了，这颗是定海神针。哦，定海神针啊，是不是定海神针？是吧？对，你看旁边都是鱼嘛，这边又是东海，应该是哦。对，我觉得是定海神针。哎，东海龙王在哪？东海龙王，这里没有龙王呀。有啊。这是东海的水晶塔啊，水晶塔这边人还挺多的，看就是这颗。哇塞，这是西双湖的一个地标啊，我觉得也是东海的一个地标建筑物了嘛。这边还有一个喊泉啊，这小朋友的叫声能把那个泉水喊出来。是不是后面有人在调控呢？你要不要去喊一下？5块钱一次啊？看你能喊多高，玩一下吧。吸一口气啊！呜、哦！哈哈，你在浪费呀你！你干啥呀？喊不了了。你这怎么喊呢？不是，我想试试有没有用的。你再喊看有没有了？你再喊一个。呜、哦！哎，还有，快喊看。还有哎。继续，继续。呜！哦，你去喊，快快快快！呜！哎，它果然是哦，它可以一直喊呢、哦。这边还有一个拱桥啊，远看这边就像那个杭州的西湖一样啊，因为很多人说这边就是苏北小西湖啊，有没有？苏北小西湖啊，哎呀，湖面跟西湖也差不多。我们走过去看看。对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，到桥上去玩一圈。码头这边可以坐船啊，坐船游一圈也不错哎。就是像这种天气太冷了，夏天的时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们到这个拱桥的最高处啊，看一下这个西双湖。啊，这西双湖还是很大的，这个湖还挺大的，有8.1平方公里。哇塞。最主要它是属于一个城中湖啊，对吧，就是在那个城市中间的啊，有这个两大块啊，特别大。哎呀，很少见到有这么大的一个城中湖。看到旁边那个楼盘没？这个东海它是我们连云港的一个县城啊，但是它湖边的这个房价呢都要10000多。作为一个三线城市的一个小县城啊，房价10000多的话应该算比较高了。走，继续下面去逛逛去。好的花，去看看。对，那边远处那边有一片的花，去逛一圈。青韵流芳，这里种的全是花，应该是各种花了。这个是桃花，也不是桃花哟，有点白粉白粉的色哈。这个花是挺漂亮的，不知道是什么花，什么品种。啊，喜欢吗？这个地方？太高了哈。太高了哈，前面。我看前面有那个桃花哎，去看一下，这边全种的花。妈妈，这个是什么花？这个是海棠花。海棠。好，下来吧。嗯，这里拍照应该挺漂亮的。等会儿哈，站好了哈。嗯。矮一点哈。对，这个矮一点。你应该穿个裙子。怕冷了，不是？对，你要穿裙子在那边转一圈还不错的哈。第二个说好了，戴着口罩。应该把大白带过来。哎呀。给带走。嗯，大白在这边也能玩得嗨嗨的哈，好漂亮啊，粉粉的。对。
Thank you.